But now I would like to move a little bit to the question of Buddhism and science. In the major traditions in the 19th century have abandoned the claim to produce scientific knowledge. So knowledge is produced in laboratories, in the Max Planck Society, in universities, but the religions provide a kind of moral knowledge, a kind of morality, a kind of radar for people to help them to act in the world. So there's a kind of divis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morality. Now, to what extent does Tibetan Buddhism follow that same trend, abandoning the idea that religion actually provides knowledge about nature? Mm-hmm. 这个就现代科学与这个佛教之间的关系呢，我很感兴趣。因为我以前也写过一本叫《佛教科学论》，专门探讨这个佛教的观点跟那个现在科学家就是所发明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对人类社会贡献的一些理念，就是相结合起来，就是进行对比。这样的作为藏传佛教呢讲呢。 应该是对现在，这19世纪以来，就是科学家们虔诚这个所发明的也好，所发现的这些真理呢，应该是都是可以说是认可的。但是我们作为科学界的人士来讲呢，在宗教当中所有的这些真理呢，就我认为也不能否认。为什么呢？ 因为除了科学以外，就是其实在宗教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就是与这个科学完全吻合的一些真理。比如说我们藏传佛教当中，专门有这种历算，就是我们这个不任何科学的仪器，就然后呢，一年当中的这个日历呢，就可以做出来。就是我们学院里面就是专门是有一个天文学小组。 这个天文学的小组呢，它不用任何的科学的仪器，也就是说，他们大概我那天采访了一下，他们有6个人，他们6个人呢，就是接近2个月的时间当中，就是通过这个计算，就是按照这个神灵金刚的佛经的这种计算，然后呢，就是知道明年就是2024年的这个所有的包括日食啊、月食啊，以及这个整个这个事件的，就是一些。 就是这个包括天气啊，就是它的这些呢，就是通过一种不依靠任何的仪器，就是这是我们这个学院当中的，现在有这样的这种传统呢，一直是传下来的。就所以说呢，我想是这个我们这个科学和宗教之间的话呢，就是应该是有个很神秘的关系。